我要起来了，我这是你们今天的噩梦。你俩这叫什么品种的马来着？青梅竹马。前面有唐僧，你们别要河里了。你放心吧，要不进去了。哎，是越快越安全。哥，你走了4年了，你要也走了，在这个世上，老板，我欠五万，把车给我带回去。 真切的感受到了真实战场的惨烈。电影里的那些牺牲的英雄，变成了我身边在我身边的亲人。下次再也不说这些。只要理解原则，守规矩，下次就不会受骗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也想有一个，我能带着大魔王。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。